明天小韩要去见他第146个相亲对象了，这是他今年最后一次相亲的机会了，咱给他好好打扮打扮，见证一下他的高光时刻。走，闺女啊，今天老爸就是你的形象造型师，你叫我托尼住就行了。想当年你妈跟我约会的时候，穿的就是这件衣服，我当时眼里啥也看不见，眼里只有你妈。你穿着你妈这个战袍，明天相亲肯定成功。闺女真漂亮，有你妈当年的模样，准能找一个像我这样英俊潇洒、帅气多金的绝世好男人。这不是你，看我穿着我这身战袍去迎接我今年的高光时刻，等我好消息。Later。 哎呦，闺女，身体咋样了？人家问我，阿姨，阿姨，你闺女咋没来呢？闺女咋没来呢？我说我就是来相亲的，他骂骂咧咧就走了，还说我太不正常了，身高1.2米，屁股占一半。确实，你穿这衣服啊，不仅你妈的万分之一啊。我是今日头条创作者朱小涵，加油带头人，明年我一定会相亲成功。